是比大拇指哎，因为欣赏你的踢腿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动力感十足。往上看，往上看。这样子他应该就很有兴趣了，应该是可以学到新的，小朋友学到新的最开心，小朋友最怕的就是这样，根本就不会累。妮妮还是里面最小的一只。